般若会上菩菩萨。南无般若会上菩菩萨。南无般若会上菩菩萨。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阿弥陀佛。好，刚才有跟同学就是稍微聊一下了哈。那其实以佛法的话，它会有很多很多不同的法门呢哈。那这些也是因应，就是每个人的因缘性，每个人的根器不同，然后所演变，就是到现在的。那很多东西我们还是要回归到经典了哈。当然人像我们今天待会所讲的内容，大家可以发现他就很会分层次。好，人的话他很喜欢就是好，到底什么层次他会需要去划分。那可是佛经其实他没有划分的这么清楚，就是没有划分的这么那个，因为每个人的因缘不同，然后演变不同，所以他一般的经典他不会把很多东西说死。好，我们可以看到一些像大般若经来讲，它里面所写的一些内容，它也没有很多那种层次的问题。好，像以它描写各种菩萨的情形，同学有没有发现？好，它那个就是说一发心一发意，就是马上成佛的那个，它不是排在第一位，它也不是排在第44类菩萨，它是排在中间。好，他没有任何的，就是按照高低，好，或是劣败，好，所有的东西其实没有每个人的因缘性不同，没有办法就是一概而论，就是这个样子，好，但可是人的那种想法会比较就是自我一点，他会想要说就是这个样子，他会需要就是这个样子，可是每个人的因缘性不同，遇到的情形也会不同。有时候齁，我们遇到一些就是说可能生活上或是面对到一些疑问的时候，或是一些难免会产生一些，就是像有些人身体状况他如果比较虚弱的时候，他难免齁有时候会比较容易就是产生一些就是比较啊怎么会这个样子，怎么会这样，会比较犹豫齁，那内心就会产生一些比较可能比较深层的一些恐惧都会起来。那当你比较有恐惧感的时候，有时候必须就是你自己可能要评估看看，是像天气太热，也可能也会造成你火大一些心的浮动。然后再来就是你想看看，也许是最近太累了。好，当人的那种能量太虚的时候，齁，他也会想很多。好，那当然有时候我们是因为就是因缘性碰到一些境，好，就是所谓的境就是种种我们所缘的所有环境来讲，有时候也会遇到这些东西，然后就会产生这样，好，也还是会产生一些就是浮动。好，那这时候其实就是要靠那个我们的定力来解决。好，那有时候其实很多东西是这样子啊，齁，像有时候我们很多东西其实想法就单纯一点简单一点的，齁，像以打禅期来讲啊，齁，我记得我第一次去打禅期的时候啊，齁，人家连到底什么是打坐都不知道，我就去了。那去的当中呢，就是很多东西就是人家说什么我就做什么。那在这当中其实有时候反而你不会起很多的怎样那种疑心，或者是很多很多种种的心，反正我们就是这样子走，嘿。那顺着走，那当中如果有任何的，例如说其实每个参加不管任何的那个组织或团体，或是只要是人都会有一些问题在，我们遇到这些问题的时候，我们再自己做一个调整，好，那需要怎么样的方式，或是有些团体也许他们像我们遇到，其实有些团体他本身有些会比较有慢心一点，好，那有些他会比较有一些那种比较奇怪的一些规定或是怎么样，那很多东西就是看我们自己的取舍，然后去做一个调整。好，那在学佛这条路上，齁，至少不管大家怎么走，齁，那最终的目标都是很清楚的，齁，都是
大家往佛道去走嘛，齁。所以不管怎么样的话，其实快或者慢或是怎么样，齁，我们可以在念这个，其实就是我们如果对任何很多东西都不执着的话，齁，没有产生那个执着性的话，齁，那执着性比较低的人其实就会比较快，齁，因为他没有任何的那种内心没有任何的自哀或是怎么样。我们在看这个大智度论一直在讲的就是立根或是顿根的问题。好，那不管同学在学佛这条路上就是会遇到种种不同的进来就是啊怎么会这个样子或是怎么样。好，我们都必须要对佛菩萨是深具信心的。好，佛所讲的东西一切都是真实语。好，从来像我们透由像禅修的话，其实可以验证佛经里面所讲的种种。好，那佛所讲的东西一定都是非常非常真实的。那至于一些我们可以看到有些就是大德们，就是后来他们所写的或是所讲的东西，这些东西我们就是参考用。好，因为有时候哈，人在讲诠释佛经的时候，难免都会加上自己的意见想法，好，或是自己的一个不自觉的一种执着性，或是一些很种种啊，齁。那所以我们在很多东西的话，我们对于一些大德所讲的东西，我们就是参考性的，好，还是以很多东西还是要回归到佛经所讲的。那像人的话，思想非常非常的就是多元啊，齁。那常常就是一个很简单的东西都会演变得很复杂。好，那我们在学佛的路上应该是学习把复杂的东西渐渐变得这样越来越简单，单纯化就好了。好，该怎么做该怎么佛法其实也就是这样子嘛，就是你当下你该怎么做你就去做。好，那该做怎么样的就是修行上的调整，让我们去修行就是去调整我们自己的身心嘛。好，那你内心里面到底是怎么样想怎么样那个，其实就是你自己最清楚。好，那有时候我们起的一些不该起的念头，就是我们自己要去做一个调整的时候。好，那上礼拜的话我们有讲到就是六必心的部分嘛。好，因为这礼拜那个经文的部分齁，讲到六必心的部分，然后现待会要讲的是论的部分，所以我们还是要把经的部分稍微再复习一下齁。首先齁，我们来看一下他这个问题齁，是在于就是第33类的菩萨齁，我们翻开第13页齁，那个经文的部分齁，他这边有讲到就是在经文的最后一段，菩萨摩诃萨行般若波罗蜜时齁，身口意不净不令妄起齁，就是因为他这一句话齁，然后让舍利弗开始产生疑问，因为我们印象中佛菩萨应该都是怎样，都是清净的啊齁，怎么会有不净的产生齁，所以舍利弗就可以开始问齁，就问菩萨为什么会有所谓的身意啊不净啊，口意不净啊，意业不净啊齁，是怎么样一回事齁。那延伸到我们上礼拜所讲的那个佛告舍利弗的部分齁，就是如果佛菩萨齁也开始，就是菩萨他也是开始执着有身口意的时候，这个就是菩萨的这样业齁。他是认就是说是名菩萨身口意罪齁。那这个我们在般若经，就是大般若经上到现在齁，我们可以发现齁，般若经大部分都是叫我们不要去执取，不要去执着。齁，那这刚刚好会变成是人的一种习性，跟人的习性是相反的。齁，所以在读有些人他如果刚接触这样的经的话，有些人会产生一种矛盾跟困扰，怎么会是这样子。可是其实我们以法界的实相来看的话，本来就是这个样子，本来你想看看嘛，你从头到尾有什么东西可以
直取的吗？没有嘛，一切都是在演变当中嘛，是我们人因为就是说有所抓取，所以一直想要直取一些什么东西。好，就像是有在佛经里面也讲了很多的譬喻啊，齁，有人就是抓了一根藤啊，齁，然后前面就是有蛇啊，要咬它什么之类，它还是就是到底它要放开那个藤呢，还是要被毒蛇咬？齁，那这都是一些譬喻。那人的那种抓取心啊，齁，有时候是很强烈的。齁，那我们在读般若经的时候，可以渐渐的把我们一些面，其实就是去面对我们自己的执着性。好，有时候我们在不知不觉当中就会开始有一些执取。好，那怎么去发现这些执取？就是透由我们这样子，就是佛法的熏习，然后这样子读经，好，然后这样子看论。好，那渐渐的发现我们自己的执取的时候，就是把我们的执取要下去，就是做一些改变了。好，任何东西都是不可抓取的，齁。那会产生，人会产生烦恼跟痛苦感也是因为就是不可抓取的东西你想要去抓取，齁。那违反就是整个法界的实相，那就会，人就会产生一些烦恼心。不管是任何方面的那个执取跟抓取啊，齁。例如说生命，齁，有时候人到了某一个阶段的时候，会开始就是想说自己会不会就是面对死亡或面对种种的时候，会不会就是会都会有一些恐惧心的发起。那可是如果我们对我们自己的生命，我们知道就是说人的身体就像是房子一样，都是会坏掉嘛。我们房子坏了就怎么办？就是换新的房子嘛。那身体坏了也是一样，就换新的身体嘛。那对于任何东西都要有大丈夫的心，就是好，那我们就是这个样子，然后我们就是去面对，就是去处理。好，那有时候人当然难免就是还是会有产生一些恐惧跟害怕的心，然后或者是说有时候会开始就是内心里面就是比较杂乱一点，那这时候其实就是用我们的那种定力，定心去处理。好，那我们继续往下，这边有讲到所谓的六必心了。六必心的话，就是坚心、破戒心、嗔恚心、懈怠心、乱心跟痴心嘛。那它相对的就是怎样？布施的心啊，然后还有持戒的心。布施、持戒、忍辱啊，齁，精进，齁，还有禅定跟那个般若，齁，刚好跟这个六必心刚好跟那个六波罗蜜齁，两个是相对的，齁。也就是说我们如果有任何的抓取，就会产生这些心啊，齁。如果你对于你的身口意都是不可得的时候，你这六必心也是这样不可得。好像我们常常禅坐的时候，会有人说：“师傅啊，怎么念头会这么乱？”好，那如果你的身口意都不可得的话，那乱是不是也是不可得的？好，这个其实同学可以去参参看。好，有时候对一些境的话，我们可能可以用一个比较高的角度去看。好，有时候我们发生任何事情的时候，我们不妨就是也是站在高度，然后看看自己到底是发生了什么问题，这样子啊，到底是哪边需要做一个调整。例如说有些人习惯把自己的行程排得太满太累了，好，那这时候就是有些东西必须要做一个调整。好，因为人的那个法身慧命，那很多东西都是有限的。好，那这边的话我们来看论的部分，第16页开始。好，这边就讲到啊，齁，佛是舍利佛啊，齁，空中菩萨不见是三业，齁，就是如果是空中的菩萨，齁，他是不会去，就是没有所谓的那种身口意三业的，齁，视为无罪。齁，如果是不见三业的话，他就
无罪、哦、那若见是三业的话就是罪、哦、因为他这边大家还记得 这段经文在讲什么吗、哦、就是什么是身口意的不净嘛、哦、那在 论当中他是用罪啦、哦、用罪来啊，可是 经文上面他讲的是不净啦、哦、那这边第二行的部分、哦、声闻法中的食不善道、哦、视为罪业。如果就声闻法当中，因为大家可以看到、哦、不同的情境、哦、就会有不同的结果、哦、在佛的话、哦、可能他身口意的部分他就已经是有身口意的部分就已经是罪了、哦、那可是在其他的就是像我们凡夫的话有身口意并不代表是罪哦、所以有不同，这边他在开始解释了、哦、待会他会用那个是禅的部分、哦、来诠释，就是说有一都有层次的不同，那不同的层次它会有不同的那种现象、哦、那他 开始舍掉一些东西的时候，对于就是说也许在初禅 是没有问题的，可是到二禅的时候这个还是只取着这个的时候就会变成有问题、哦、那所以我们这看起来哈，从很多东西，现在你所抓取的所有东西，其实到位就是到究竟，有没有？好，到究竟都是还是要怎样放开的，好，不都是不可以执取的了哈。那每个人所遇到的，就是佛，就是因为每个人因缘性不同，根器不同哈，那也会有不同的。就是同样的事情发生在不同人身上，其实就也会有不同的结果。所以佛经很少有那种一定是怎么样，一定是怎么样齁。那可是我们在看一些论，或者是在看一些大德所讲的东西，都会告诉我们什么一定是怎么样齁。那这就是经跟那个人的那种诠释上的不同齁。那声闻法当中，如果是不善道的话，这就是罪业了哈。那可是大圣当中啊，哈，如果啊，哈，大，你看哦，他那个声闻法当中要有不实不善道，哈，才叫做罪。可是大圣当中，你只要能够就是执取，你认为有身口意所做的话，就是罪了。好，随者何？好，因为当中他这个有身口意的时候，就会有怎样？作者、哦、有见者、哦、有做的这些这个动作，有见的这个人，然后有做的这个人、哦、还有看见的这个人、哦、这些都是怎样虚妄、哦、出人则出罪，细人则细罪、哦、就是一般人、哦、如果我们刚才看到、哦、就是有不同的分嘛、哦、如果是像那种声闻，就是比较像凡夫他们那个粗人的话啊，所犯的罪就是粗罪。那细人则细罪的话，我们可以说相对来讲的话，声闻可能就比凡夫的啊，好，声闻可能就比凡夫还要细。那可是菩萨呢，又比怎样声闻还要怎样更为细啊。好，所以我们有没有发现？我们越看经论越发现，就是有一点就是啥，很多东西都是相对的，对不对？好、哦、当你有一个比较，有一个立场，有一个开始比较的时候，才会有所谓的相对性嘛，齁、哦。如果你没有任何立场，没有任何角度的时候，就没有所谓的相对性。齁、哦。所以他这边的粗跟细怎么样去划分，就是不同的人去比较，齁、哦、就会有所谓的粗跟细嘛。那你如果不去比较，就是没有，就是如果说全部都是一圣，都是佛圣的话，那就没有所谓的那种比较问题嘛。那如离欲界的时候啊，哈，五欲五盖为恶罪，哈，就是说要到初禅的时候，我们看一下哈，我们先看下一章哈。初禅的时候，我们看一下哈，如果是初禅啊，哈，它是。就此就是会舍离掉欲界的人啊，五欲五盖。那五欲它后面有诠释齁，就是色声香味触齁。那五盖的部分就是贪嗔，然后睡眠跟吊悔跟疑齁，这五种齁。它
他如果你开始要舍离那个欲界的五欲五盖，齁，那个就会开始到初禅。好，那初禅它有五觉知嘛，齁。初禅五知，齁。我们看一下，它有觉知、观知、喜知、乐知跟一心知。齁。那这边强调的是觉跟观这两个，齁。觉跟观。这是初禅当中，如果就初禅而言，有觉跟观，没有，这不是罪，齁。可是我们看一下什么是觉跟观，齁。觉跟观就是去那个寻视，齁，我们之前有讲到嘛，齁。那如果你比较粗一点的思，齁，叫做觉，那比较细一点的思叫做观，这两个都是这样，会妨碍到定心，齁。那觉观之有无，就是判你的定力的深跟浅。那大智度论里面就说觉观会扰乱怎样定力啊，齁。所以因此啊，齁，常常都会在讲觉跟观这两件事情，因为它对于定力怎样是很重要的，齁。那虽善然，齁，虽然是好，可是它是怎样定力的贼，就是说它会去妨碍定力嘛，齁，难可舍离啊，齁。那初心相的话就是叫做觉，那细心相的话就叫做观。齁，那我们看到一下，齁，觉跟观的话，齁，这觉知跟观知，齁，觉的话，齁，它就初心在缘，然后名为觉，齁。齁，那就是行者未还没到地发初禅，然后这边大概大家稍微看一下，齁。那如果色界清净色法的话，齁，就会触动到你的那欲界的色根，然后那心就会大起大觉惊悟啊，齁，这时候就会产生那种身世，齁。那跟那个色处的话相缘的话，齁，就是觉此色处的话，齁，就这个就没有所谓的那个功德利益啊，齁，所以就顾名觉知，齁。因为他这个所描写大部分都是他那个修习的一个境界，所以有些人会看到佛经会有些地方会觉得啊，好像有点看不太懂，因为这个是境界问题。齁，那我们就大概知道，齁，有这样的东西，就是说在初禅的部分有觉知跟观知，齁。那觉跟观的话，如果到了二禅的时候，齁，那观知的话我们也还是稍微看一下，齁，它就是细心在分别，齁。大家可以发现就是这边所写的，齁，比较那个细的部分只是观知的部分，齁。那行者如果已经证到初禅的功德的话，齁，就会以那个细心来分别此禅定当中的色法的诸妙功德境界的分明，齁，然后就不会有诸盖，齁，我们刚才说无盖就没了嘛，齁。那如是等功德是就是说，啊，观知的话就是在欲界都不会有的，齁，这个就是出欲界了嘛，齁，顾名这样观知，齁。那喜知的话，因为我们主要前面是在觉跟观，所以我们需要看一下，齁。好，那他当然觉知、观知，然后还有喜知、乐知跟一心知。那我们来看一下，齁，如果到二禅的话，齁，二禅的话我们可以发现，齁，他就会这样厌离觉观，齁，他就会对于觉观的部分他会开始厌离，齁。所以我们后面看到他的那个四知的部分，四知功德的部分，齁，它有内境知，齁，跟喜知、乐知跟一心知。大家发现那个觉跟观不见了，齁，那觉跟观的部分就是在二禅的部分就是已经都没有了，齁。我们这个部分要了解才继续看，才会同学会比较容易理解，齁。好，第十六页我们还是回到第四行的部分，齁。若离欲界的时候啊，五欲五盖就是为恶罪嘛，齁。那初禅的话它是色善觉观，在初禅的话觉观是怎样无罪的，齁。那可是你入二禅的话觉观就是罪了。有没有发现，齁，我这个其实就是在比喻那个菩萨，有没有菩萨跟声闻还有凡夫当中三个的那种差别性，有没有，他们也有层次的不同，也有粗细的不同。那罪跟不罪的话，其实也许在有身口意在菩萨来讲就是一种罪啦，对不对，齁。
那这边他也就是举这样的例子，让大家能够更理解，就是当你不同的修行境界的时候，有些东西它变成就是一种罪，哦，那有些东西它就变成不是一种罪，哦，所以我们常常说很多的那种其实是没办法，就是这个样子，什么东西就是这个样子，哦，很难啊，哦，因为不同的那种境界的时候，你看它就会有不同的，哦，结果，哦，好，他入恶禅的时候觉观为罪，那恶禅所摄善喜啊，哦，我们可以看到他有那个喜之啊，哦，跟乐之啊，哦，那恶禅所摄的那个善喜啊，哦，他就是无罪 啊，哦，啊，然后乃至于非有想非无想处都是这样子啊，哦，我们现在可以就是来整理一下，哦，如果，哦，我们舍掉，我们看到有没有不管是初禅、二禅、三禅、四禅，都有你要舍、你要离的东西，哦，就是很多东西你都不可抓取、不可执着，你才会这样，哦，在修行上面有所，就是禅修上面有所境界，哦，那你如果舍五欲、舍五盖的话，就会入初禅，对不对？哦，那你如果舍觉观的话，入二禅，那你如果离喜的话，就入三禅，那你如果离乐的话，就这样四禅，哦，每个阶段都是这样。那如果在那个二禅来讲的话，觉观就是一种罪。那如果在三禅的话，喜就是一种罪。好，那如果在四禅的话，乐就是一种罪。好，好。那第十六页二是第五行的话，那如果你入，我们刚才有跟各位同学讲嘛，哈，如果你入到诸法实相当中的话呢？只要你有任何的执取都是这样罪啊，他就说一切的诸观啊、诸见啊、诸法，哦，皆名为罪，哦，那一般的小圣的人，他会为就是害怕三恶道啊，所以怎样他以十不善业就是已经是他就是他的罪了。可是大圣人啊，以一切怎样能生执着心啊，哦，取相啊，哦，执取相的法的人，然后跟三解脱门相违背的就叫做罪了。我们来看一下三解脱门，三解脱门就是三种进入解脱境界的智门，我们上礼拜有看过，不过我们在因为这段也还讲过，怕有些同学还是就是没有 很记得很清楚的话，我们可以再复习没关系。三种的话智门的话，就是一个就是空解脱门，就是所有的诸法本质就是这样空的。好，同学要记得这句话，很多东西所有东西都是不可执取的，你过去心不可得，你过去那个难过的心，你那个彷徨的心也是不可得啊。好，那你现在你觉得哇，一切都是很有定力了，一切都是无碍了，好，这个心怎样也是不可得啊。好，因为你的心也一直都在变动当中啊，所有的东西都一直在变动当中。好，恐惧也是啊，害怕也是啊，种种都是啊，都是不可执取的。那第二个的话是无愿解脱门，是你了知诸法都是怎样幻有的，所有东西本来就是幻化而成的啊，好，所以你会无愿求啊。好，这菩萨，这是菩萨的境界了，哦，那第三个就是无相解脱门，他是了知诸法都是无相的，哦，然后而无不相，就是他是无相的没错，可是无相我们也不去执着，所以也无不相，哦，就是我们常常讲空，哦，那空也是不可执着，所以叫空空，哦，那在这边的就是无相，然后而无不相，好，那入于中道。好，因为有些人他就会讲，哎呀，无相无相啊，什么都是 不可执着的。然后有些像有些人他那种心比较那种的话，他就开始做一些比较不理想的一些事情。所以很多东西只要你有执取，就会有就是就菩萨那个境界的话，你只要有任何的执取就会有问题。所以他这边讲到啊，如果与三解脱门相违的话，就是罪了，哦，就是对于空解脱门啊、无愿解脱门跟无相解这三门，哦，你有相违背的话就是罪，这是菩萨的境界，哦，
所以有些人会开始看到这个，哇，怎么办？要空空无愿跟无相啊，我们现在还有这么多的愿，那怎么办？好，那这个其实大家就，因为每个修行的，像刚才所说的那个修行的境界不同，自然也会不同的呈现。好，那我们必须就是还是就是要努力修行，没错，就是朝向那个。那在这个当中的时候，我们有种种的问题或种种的疑问或是种种的方式，好，那不管是怎么样子的话，其实我们还是就是往那个佛菩萨道去走啊，哈。以示示意啊，哈，故名为大圣啊，哈，就是他，大家有没有发现这个当中就很重要了哈？我们可以这一句话当中，我们可以发现大圣跟小圣的不一样在哪里？好，那大圣他的所讲的就是所谓的三解脱门了哈，就是所有东西都是啊不可执取的。好，那小圣的部分呢？哈，他是因为会害怕三恶道。哦，所以他还是然后身口意的部分要就是要也不要去做那个食不善业，要往善业的方向去走。那以菩萨的那个大圣的部分的话，就是很简单，就三解脱门了。我们了知这三个东西都是不可执取、不可抓取的。若见有是三业，就是你如果有看到身口意的话，虽不起恶，亦不明牢固。就是说如果你执取当中还有身口意的话，虽然有时候是没有起恶，可是怎样，这个东西是不牢固的。本来很多东西就幻化的嘛，那你去抓取一个幻化，例如说你去抓取一个泡沫，那会牢固吗？不会嘛，因为泡沫马上就会怎样破掉嘛。好，他这边这个例子就是像布施啊，好，我们举以布施为例，好，那我们布施有所谓的三轮体空嘛，哈，就是没有布施的人、布施的东西跟没有那个被布施的对象嘛，对不对？好，那你如果有身口意的话，你有作者嘛，有见者，有见，然后有作，然后有见者跟作者嘛，哈。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你就有布施的，就是到时候你就会只取那个布施的功德，你就会觉得应该在某一个大柱子上面应该挑写上你的名字这样子。好，那这个东西算不算恶？不算嘛，对不对？如果就一般的人来讲它不算恶，可是就菩萨境界它就是一种罪了。好，那可是就我们一般的人的观念的话，它不算是起恶念啊，毕竟它还是一个布施啊，是善的。所以不同的对象它就有不同的标准。那不见身口意是三业的根本，视为牢固。最根本的方式还是怎样，没有所谓的身口意，这样子你就不会就没有所谓的罪的问题啊。因为没有作者跟做这件事嘛，是菩萨法空故，不见三世。如果菩萨连你看啊，他不断是我空法也空的话，他就不会见这三世啊，就生口意啊。是三世这就是生口意。我们知道我们会起所谓的这些六蔽心啊，都是因为怎样身口意为媒介这样子起的嘛，对不对？好，所以我们因为有用到身口意，就会起兼贪的相啊、犯戒的相、嗔相、懈怠相、散乱相跟怎样愚痴相。好，因无故果亦无啊，如无数亦无因啊，就是说如果没有作者的话，没有作者的话，那怎么会有罪这件事情呢？对不对？好，所以如果你知道就是身口意的部分都是空的，好，那很多东西都是不可执取的，好，那你就不会去，就是说没有树，就是没有身口意的话，那谁去犯？好，
这个意思同学了解吗？就是没牲口意的话，没有你的，没有人，没有我，那谁去犯的？就没人嘛，就不无数，就我们会无意。好，那没有就是因无故，好，就是会犯的那个因没有的话，就不会有这样的，就是有罪的这样的结果。好，若能如是观者啊，好，怎能够除那个牲口意出罪？哦，如果我们知道，就是很多东西就是啊，无我相、无人相、无就是无众生相的话，哈，如果我们能够了解这样子的话，就能够去除我们的牲口意的出业，哈。那这边又在问了，哈，那你之前是说罪业啊，现在又为何在做出业？那罪业跟出业当中的分别性在哪里呀？好。那人总是会产生种种的疑问啊，齁。所以产生疑问有时候是厘清自己的一个思维啊，齁。因为人毕竟有时候在思考当中会有他所谓的盲点。所以我们借由问问题有时候是厘清我们的一个怎么一个思考上面的一个盲点。齁。所以问问题有时候是帮助我们在修行过程当中，齁，能够更往前一步，齁。然后就是把我们过去的一些有问题的地方怎样做一个厘清，好，所以是应该多问问题的，好，不只是问，就是讲课堂当中问问题，有时候也要对我们自己来问问题，好，那我们到底想要的是什么？好，那如果我们想要的是这个，应该要怎么样做才对？好，这些都是应该多问问自己的一个问题啊。那这边就回答啦，出业罪业是没有差别的齁。那罪就是出啊齁，只要是罪就是出啊齁，不明为系啊齁。这个他就后面就讲复次啊，声闻人以声口不善业名为出啊，哈，意不善业名为系，哈。他就是声闻人的话，哈，他因为他是声口的不善业，他就是叫做出了，哈。那意的哦，因为声口就是我们讲出来了，做出来了，哈，这个才就那个不好的事情做出。就是一些身体去做了，嘴巴讲了齁，一些不好的事情就才叫做出。那可是如果是意业，就是你想你的念头的不想到一些不好的事情的话齁，这就是系了齁。对于声闻人来讲，他就是这样的那种去区分啦齁。那还有再来就是也是声闻人的话，他如果是嗔恚啊邪见啊这些烦恼啊齁，就是叫做出了。那如果爱跟慢的话，这个这样的那个烦恼的话，就是名为这样细罪。因为贪嗔痴的那个念头的话，比较猛烈，对人的那种心的引起的那种浮动会比较猛烈一点。那相对于就是爱跟慢的话，它的那个引起的那个烦恼会比较这样细微一点。这是相对性啊。其实爱跟慢也会影响我们很多事情，只是说比起贪嗔痴的念头来讲的话，它比较不会就是引起这么大的那种波动了。那三恶觉的部分，我们来看一下那个PowerPoint的部分。三恶觉的话，它觉就是觉知嘛，就是知觉。那这边就有讲到了，一切凡夫啊，齁，虽善身心啊，齁，然后因为就是因缘性啊，一些环境的变化，齁，然后生于这三种恶觉，齁。那一个就是欲觉，欲觉就是欲望啊，一切的那个凡夫之人啊，齁，他没有还不了知就是五尘的那个过患啊，齁，所以就会顺着怎样，顺着那个环境啊，齁，然后就被影响到。那就会产生种种的那种贪求啊，而生一些恶觉，所以就叫做恶觉。齁。那五尘就是色声香味触这五尘嘛，齁。
那慧觉的话就是慧就是嗔慧嘛，齁。一般凡夫啊，齁，也是一样，也是不了五尘的过患啊，齁。然后也是一样，对于一些刚才我们那个欲觉是怎样顺情之境啊，这个慧觉怎样逆情之境，就是这个境呢让你产生很大的反弹了。刚才那个是因为境让我们产生，就是顺着那个境我们要什么要什么要什么。好，例如说我们今天啊有吃到一些饭的，然后看到人家就是有更好吃的东西拿在手上的时候，又顺着那个境怎样我们要更多，就是顺的。那有时候是如果是慧的话，例如说人家也是拿那个很好吃的，我们产生怎样嗔心，怎么会他怎么可以有这么好吃的，好，那就是为情之境了，那种种的愤怒就会产生那种恶觉，故名怎样慧觉。好，那再来就是害，第三个害觉。那在那个大智度论上面写的是脑觉，然后它其实就是脑害觉啊，齁。它一切凡夫呢常常为觉观怨贼所侵害嘛，我们刚才有讲到觉观齁，觉观的部分齁，所以就顾名啊害觉。齁。好，回到那个论这个部分齁。也就是第17页的二是第四行的部分齁。那三恶觉，所谓的欲觉啊、嗔觉啊、脑觉啊，名为除齁。那这边他有讲的就是八觉的部分啊齁。同学还是回到那个跑步影的这边齁。八种那个恶觉的部分啊齁。就是也觉也有就是也有念的意思啊齁，也八觉也是所谓的八念齁。那欲觉、嗔觉、脑觉我们刚才有讲过了嘛齁。那还有所谓的清理觉，清理觉的话就是常忆亲戚啊，然后乡里之念啊齁。那第五个是国土觉，就常常想起啊齁国土的安危啊齁。那个就是我们会担心害怕，就是想到就是我这前面那个三觉的部分还是在我们自己所产生的就自我的一个念头，那后面呢就是有扩大，好，扩大到例如说思念那个亲戚啊、乡里，那或者是说对于国土的安危齁，就有扩大到境的部分了齁。那第六个是所谓的不识觉齁，因为就是富有财富啊，就会常常想起就是不想死的一个念头啊齁，不死的念头齁，这就是不死觉。那相对来讲的话齁，前三个是不是就比较粗糙一点齁，那后面这三个齁至少就是没有害人家的心嘛齁，只是说哎呀有时候就会升起这样的念头齁，想念谁啊，想念或者是哎呀我们现在的国土的安危啊齁，种种齁。所以他我们这边所这一段的那个论的部分，大家可以发现它就是比较给你看的齁，层次的不同齁。那好，我们现在再到经的部分啊齁。好，那个刚才是在讲那个六必心的部分嘛齁。那这边舍利佛又白佛言啊齁，世尊啊，菩萨摩诃萨云何除身口意出业啊齁。那既然齁佛那个菩萨也有身，就是说如果说有身口意就是出业了嘛，那既然是这样子的话，舍利佛就是问说那怎么去去除身口意的出业呢齁。那佛就告舍利佛说，若菩萨摩诃萨齁，他不得身、不得口、不得意啊齁，如是菩萨摩诃萨就能够怎样除身口意出业，有没有？不得不得不得，本来是所有东西都是不得啊齁，是人的执取心想要去得啊齁，所以产生种种的烦恼啊。整个法界的实相本来就是所有东西都这样不得啊齁。那所以说他如果就是说不去执取身口意的话齁，就能够去除身口意的出罪齁。那再来呢，舍利佛啊，
菩萨摩诃萨从初发意行十善道啊，哈，好，他虽然我们刚才有看到哈，那个就是声闻的哈，声闻人啊，哈，他是因为就是怕入三恶道，所以他会去行这样十善道嘛，对不对？好，那这边的话，他就说菩萨从初发意啊，哈，他就行十善道，可是他不会产生怎样声闻的心啊，他不是因为害怕入怎样三恶道啊，而是为了众生齁的关系，然后才会就是去行那个十善道。他也不生辟支佛心啊，如此菩萨摩诃萨能除身口意出业齁。好，那我们再看到第十八页的部分齁。论的部分他就问曰啊齁，何等身口意系业与相违者为出啊？好，他说身口意的那种系业齁，与什么东西是就是相违齁，就是出啊齁，这就是一个比较齁，所以他后面就开始就是有一个比较的那个之前他也有一个已经有一个比较的方式嘛齁，后面他又补充了六种比较的方式，什么为出什么为细，什么为出什么为细这样子。好，这边十八页的第二行齁，他是讲的就是第一个例子了齁。他说凡夫的业啊齁，对声闻来讲就是这样出啊齁。那如果是声闻的业啊齁，对于大圣来讲齁，就是出啊齁。然后第二个呢就是次扣业啊齁。扣就是烦恼啊齁，烦恼染污啊齁。他说烦恼染污的话齁，就是为出啊齁。那如果不是烦恼染污的话，就是为细齁。那第三种的话，他说能生苦受因缘业的话为出啊。好，然后不生苦受因缘业的话为细齁，就是我们所做的有些种种啊齁，它如果能会产生到苦受的话齁，有时候就是一些我们的一些恶业的部分啊齁，它这个就是出了齁，那如果不是的话齁，就是为细齁。那第四个的话，有觉有关的业啊齁，就是为出，那无觉无关的业啊，就是为细。好，觉观我们刚才有讲到嘛，好，如果入到的话齁，是有觉有观，可是到了二禅怎样就没有觉观了嘛。好，那二禅比初禅是还要更维系一些齁，所以有觉有观的话它就是维出，无觉无观的话它就是维系。好，那再来呢第五种的话齁，他这边有第五种的比较齁。见我啊齁，乃至于知者见者为出，就是能够就是看到我啊齁，还有那种知者啊见者的观念的话齁，这就是为出啊。啊，如果不见我乃至于知者见者齁，但见三业处啊五众齁十二入十八界为系啊齁。这边他不是说不只是我空的部分啊齁，他还有怎样整个法都是空的齁。然后但见三业处啊五众啊十二路十八界这些齁都是一样齁，都是维就是维系了齁。那第六种啊齁，他说有所见者名为出啊，无所见者齁名为系齁，就是我们刚才说有身口意嘛，有见的话他就是为出嘛齁啊，无所见的就是名为系。那以是故啊齁，所以佛告舍利弗，若菩萨不得身口意，事实则除三诸业齁。就是菩萨他没有去执取身口意的话，这就他那什么时候不执取，他什么时候就除掉他的三诸业。复次啊齁，初发意住毕竟空中啊，一切法是不可得，而常行十善道，不起声闻辟支佛心啊齁。如果说像那个菩萨齁，他初发意的时候他就住在毕竟空当中啊齁，一切这就是属于那种立根器的人，他知道本来所有东西都是这样空的不可执取的齁，那一切的法都是不可得的齁，所以他就
他虽然知道怎样，一切都是空的，一切法都不可得，可是他还是怎样行那个十三道。所以我们可以发现他跟声闻的那个发心是不同的。声闻是因为害怕入三恶道，所以他会行十三道。可是菩萨他是怎样出发意，他就住在毕竟空了，一切的法不可得而常行十三道。齁，他也没有任何的执取，他就是会去做十三道。齁，那这样子的话，既然他不执取有我，他就不会有所谓的作者跟见者嘛，对不对？齁，然后不起声闻，辟之佛心啊。齁，所以我们可以发现在大智度论里面，可以发现那个菩萨跟那个声闻的那个层次真的是差很多，对不对？虽然好像能够修到阿罗汉也是，就是毕竟来讲也是就是很努力了，可是因为一个发心的一个念头的不同啊，一个是为众生大众然后去服务，另外一个是为了个人求涅槃，然后就求自己的涅槃，一个发心的不同，就会导致这么大的差别的结果。以不取相心，然后一切诸善根皆回向怎样 无善菩提啊。是名菩萨除身口意出业罪啊，名为清净。不执取，然后所有的一切的善根因缘啊，全部都回向怎样，就是这个目的，就是这个目标而已，就是成为怎样无善菩提啊。可是后面他连无善菩提都怎样不可执取啊。后面的第34类的菩萨啊，他连成佛都是不可执取的啊。我们来看一下第18页的那个经文的部分了。啊，这个就是第34类的菩萨了。舍利佛，有菩萨摩诃萨，其般若波罗蜜尽佛道时啊，行布施波罗蜜，持戒波罗蜜，忍辱波罗蜜，精进波罗蜜，禅定波罗蜜，是名菩萨摩诃萨，除身口意出业。好，那舍利佛白佛言，他说问舍利佛就问佛，请示佛啦，世尊，何等是菩萨摩诃萨佛道啊？什么是菩萨摩诃萨的佛道啊？好，那佛告舍利佛啊，佛道者啊，菩萨摩诃萨不得身，不得口，不得意。后面我们刚才还讲到身口意，对不对？他后面是全部都这样不得啊。不得禅波罗蜜，乃至于不得般若波罗蜜。我们之前了解那个般若波罗蜜的意思的话，本来般若波罗蜜这样就是不可得啊。所有东西本来就是不可得的。那不得声闻辟之佛，不得菩萨，这句话不得佛啊。舍利佛，是名菩萨摩诃萨佛道啊。所有的众生都是空的嘛，也没有佛，也没有众，也没有菩萨，也没有声闻，也没有辟之佛，也没有众生啊。舍利佛，是名菩萨摩诃萨佛道，所谓怎样一切诸法不可得故。好，我们来看一下那个论的部分怎么诠释哦。他就说，是菩萨依六波罗蜜总相尽佛道。好，然后这一类的菩萨是依照就是六波罗蜜的那个总相来亲近佛道啊。好，他就问了啊，他说舍利佛啊，从佛闻出三恶啊，三出啊，即是进佛道。他说前面他
就是去除那个身口意的善恶啊，那些就已经是进佛道啦、啊。为什么现在有问？好，可是他这边又回答、啊、好，他说先说三业啊，先说身口意的清净相哈、哦，那现在又说一切法的清净相哈、哦，他现在是在讲法空的部分了啦哈、哦。先略说啊哈、哦，就先大概这样子讲啊哈、哦，经。再说着啊，别相，好、哦，之前呢、啊，哈，但不得三业，今是不得六波罗蜜啊。他说之前只是提到三业，就身口意三业的部分了，好、哦，那现在是连六波罗蜜啊，这个菩萨行的部分都怎样不可得啊，哈、哦。然后而且诸贤圣啊、菩萨及佛，哈、哦，是名进佛道。就是如果是进佛道的话，哈，连诸那个菩萨佛啊，都是不可得的啊，哈，一切法皆不可得故啊，哈，不得生乃至于不得般若波罗蜜，是名法空；不得声闻乃至于佛，是名众生空。他说，如果你就是乃至于连般若波罗蜜都是不可得啊，哈，这些都是法空啊，哈，那如果不得声闻，哈，到佛，这些就是怎样？众生空啊，好、哦，菩萨住于二空当中啊，哈、哦，就是法空跟众生空当中啊，哈、哦，渐渐的一切都是不可得空啊，哈、哦，连空也不可得啊，哈、哦，不可得空啊，哈、哦，即是诸法实相，哈、哦，这边的空跟空空怎样都是不可得了，哈、哦，是名不可得空义。如先前所说的十八空当中所说的齁。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就是第三十五类的菩萨了齁。那经的部分啊，就提到舍利佛有菩萨摩诃萨行六波罗蜜时啊，无能坏者齁。就是他如果行六波罗蜜的当时那个当下齁，是没有任何东西可以破坏的啊。那舍利佛就白佛也啊，哈，世尊啊，云何菩萨摩诃萨行六波罗蜜的时候，为何没有任何东西可以破坏啊？好，那就佛告舍利佛，若菩萨摩诃萨行六波罗蜜时，哈，不念有色乃至于视，好，不念有眼乃至于意，不念有色乃至于法，好，不念有眼界乃至于法界。不念有四念处乃至于八圣道分，不念有檀波罗蜜乃至于般若波罗蜜，不念有十力乃至于十八不共法，不念有须陀洹果乃至于阿罗汉果、哦、不念有必支佛乃至于阿妙多罗三藐三菩提。舍利佛，菩萨摩诃萨如是行、哦、正义六波罗蜜无能坏者。如果你不执念于有色啊，哈，乃至于有事啊，哈，色身香味事嘛，哈，色身香味触法，哈，然后不念有眼乃至于有意嘛，哈，眼耳鼻舌身意，哈，这边就是所有的那个法的法空的部分啊，哈，所有什么四念处啊、八圣道啊、哈、六波罗蜜的部分啊、十力啊、哈，甚至于就是佛与菩萨的那个十八不共法啊、哈，全部都这样，都不念的话、哈，然后也没有任何的修行的境界，好，所以我们一直在一般有些人会一直想说，那我们学佛学到现在，到底有什么境界？其实境界也都是不可直取的，好。那所以我们在修行过程当中，其实很多很多的那种，这就是让我们这样越来越不去执着性，执着性会越来越低，这样就够了。好，也就是说，我们要比较的哈，有时候会看到哇，别人哇好厉害哦，像这个现在我们所举得的这么多类的菩萨，哈。那其实我们还是怎样跟昨天的自己比、哦、就好了、哦、昨天的自己可能执念还很重，可能生气这样20分钟，那今天呢、哦、
可能一个转念，哇，十分钟就结束了，哇，就应该给自己这样好好的赞美一下。那这边的那个论的诠释就说啊，哈，佛为舍利弗啊，种种分别诸菩萨，哈，佛为了那个舍利弗，就分别不同的菩萨，哈，次为说有菩萨发心时啊，无有能坏者，哈，然后再又为那个舍利弗说啊，哈，如果有菩萨发心的时候，哈，是怎样，没有东西可以破坏的。那所以舍利弗呢，就是要清非常清洗恭敬诸菩萨哈、哦，这个也是为了要让怎样佛为了要让舍利弗起恭敬种种恭敬心啊哈、哦，让他知道菩萨是怎么一回事啊哈、哦。是故问那个菩萨结识未断的话哈、哦，如果菩萨他的烦恼还没断的话哈、哦，啊位于十法作证的话，那何因缘故？哈、哦，他既然菩萨还有很就是细烦恼的部分嘛哈，那又还没有在就是整个就是还没有成佛啊，那为何有因缘就是说不可破坏呢哈？那这边就佛就答曰啊哈，若菩萨不念有色，乃至于不念这样就是成正等正觉的话哈，成无上菩提的话，好，这个部分就是是法空啊，然后亦得怎样？众生空吼，若是法空，观空者亦空啊吼。如果是连法都是空的话，那观空的话，这个人也是空的。好，那住世无碍般若波罗蜜中无有坏者。好，如果你很多东西你都不可执着的话，没有任何立场跟角度的话，我们之前有讨论过啊吼，你不会有任何的那种自爱性啊齁，也不会有任何的那种能够破坏你的那种人的产生啊齁。好，那我们今天时间到了齁，我们一起来做回向，大众请合掌。愿以此功德普及于一切，我等与众生皆共成佛道。再以此功德回向台湾国泰民安，风调雨顺，一切众生所求皆遂。